很多老铁在咨询这个扎这个坠子的时候怎么扎。扎坠子的时候呢，现在啊用大力马线扎，五号六号都行，一般五号线都可以。扎的时候扎两圈，这样的话呢，在修波网的时候还可以再扎一次。如果你扎的圈数太多了，修网的时候就要拆掉重新搞了。